今天气温上到26度，那乌龟又醒了，老是想吃东西，给它们拿上几口。像现在天气气温不稳定的话，要喂食的话不加温的话，少喂一点。还有就是温度起码要25度以上，低于25就不要喂，好一点。这边的话，前几天是，突然降温了，降了一点。前几天跟冬天一样的感觉，然后今天又暖了。还有话，现在气温不稳定，要喂的话就喂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不打扰他们吃东西了。喜欢乌龟老铁，点赞、关注和转发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